你要先回答吗？我是14、15岁开始化妆，我大概是13岁的时候。唇膏，我也是，我一定要带唇膏。我知道你是那个一定要丰润，然后我的话就是要持色。Bingo。你应该比较喜欢裸色系吧？玫瑰对，我平常都擦裸色系比较多。你考验的时候，我知道你都擦那种有一点桃红的、粉粉的裸。对对对。没问题，你就是这一次的116，我觉得116超美的，它就是一个裸色系，然后跟你的肤色很搭。你猜对，因为像嘴巴上面就是擦116，我有擦一点116在上面。Daisy， 我觉得你最适合这个，它里面有点桃红，然后也是很显白。116单擦就超美的，因为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子叠，我觉得很好看，我觉得 Tammy 擦也很适合。而且你看它质地，对，很水嫩，然后颜色又很饱和，什么番茄色，你叠一点在你嘴唇的中心点的话，你就会看起来气色很好。